世界最危险的大难是战争，即刀兵劫。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全球尚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战争，但当前先进的科技提供给人类更高效率的杀生手段，每天数以亿计的家禽、牲畜和海鲜被捕被杀，来填充人类贪婪无度的食欲。更可怕的是堕胎，这种杀业已远远超过世界大战。世人多杀生，遂有刀兵劫，欠命杀耳身，欠财焚耳宅，离散辱妻子，曾破他巢穴。看看目前世人所造的杀业，就可以知道将来世界上的刀兵劫将会如何惨烈。祈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愿人人戒杀放生，人人慈悲爱物，刀兵劫运消灭于无形。这是转移世运的绝大运动，声望所有人大为提倡，勉力行之，以转化未来的大危机。大家一起努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